迎收睇 U 肤色食攻略，我是色食特工 Rachel。 天气开始转凉，最啱就是打边炉啦，即刻睇下有咩优惠啦。首先有依间鸡煲专门店，有超抵食198无限时鸡煲放题，大家可以任添招牌鸡煲。鸡煲用20多种香料制成，食落特别香麻野味。啲肉都好嫩好滑喎。食够鸡煲仲可以免费加汤打边炉，有48款火锅料任你食，仲送埋超新鲜海鲜拼盘添，有带子、海虾同鲍鱼噶。嚟到秋天，当然要食大闸蟹啦！依间一人蒸汽粥底火锅店就推出咗大闸蟹套餐，有原贝、鲍鱼、圣剪等8款海鲜，仲有安格斯牛肉同爆汁牛丸等等，一于蒸嚟试下啦！好香啊！打开蟹盖，劲多蟹膏，食落香浓又 creamy。至于海鲜真系好新鲜，款款都鲜甜又弹牙。之后仲可以加鱼汤打边炉，又或者选择粥底火锅添。而依间台式火锅店都推出咗三层架下午茶，望住海景炭火锅，打卡一流。大家可以揀台湾直送的养生汤底，汤底有辣有不辣，包有鸭血、豆腐等材料。顶层就有黄牛牛舌和牛胸油花等肉类，款款牛味都很浓郁，牛脂丰富。至于中层有好靓的台湾小食，有台式月饼糕、糖葫芦、麦条牛杂等等。而底层就有蔬菜拼盘，套餐有埋呢个凤梨酥甜品添，味道酸酸甜甜。想知更多，click入内文睇详情啦。Yoo-hoo!